现场播报工作，由佩玲我安排服务主持。讲话比较较含慢，在所学生。然后四间景点的所在，唔嘛咱的好朋友，多多海涵，多多原谅，来给我做一个指点，给我有一个改进的机会。来这么正式开演，安排咱的强棒出击，漂亮宝贝，来以咱的芳姐，再来安排咱头一首好听的歌曲。谢谢安排的客叫阿米嘎，来谢谢安排好听宝贝叫阿米嘎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安排好条歌曲，今仔个讲爱讲叫我。